夏夜虫鸣，在寻常日子里，广东佛山蝶轿村就是一个普通的村落，而这一片宁静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很快将彻底被打破。村里的男女老少砍瓜沏茶，坐等大戏开演，白天里的繁华忙碌都比不上这月下迅速升腾的气氛来得热烈。划龙舟在广东被叫做八龙船，而蝶轿龙船近几年声名鹊起，因为这里的龙船会漂移。大江大河是感受不到在扎冲里面的一个氛围，好像这个赛区就是一个 S 弯道，在哪一个点去到哪一个点要转弯开始叫，要好考究这样东西的。船长25米，载人超40人，在6米宽的村中河冲中冲刺竞速，观众与龙舟的距离非常贴近，飞龙过处，河水汗水纷飞，这种体验感本身就足以让人血脉奋张。而蝶轿龙船偏偏还开发出水上漂移的技能，从地图上就能看出这里赛道的走势，不是 C 型就是 S 型，极具挑战性。龙舟要在狭窄曲折的河冲内转弯、穿洞、掉头，在这里观看龙舟比赛就好像看赛车，龙舟飞驰而来，一个急转弯又消失不见。同出边爬龙船啊唔同，出边啊直道竞速，呢度嘅爬龙船特色咧就系佢有弯道，刺激可以漂移。当只船有咗船速，有一定嘅速度，咁你就可以由前后6个太守叫咯，叫一边咁啊，将只船咁样摆过去。队员告诉记者，龙舟漂移的独门秘诀就在于一头一尾这6名队员。尽管他们出现在镜头前的时候总是姿势独特，与其他人节拍不合，还时常手忙脚乱，但他们就是船上的技术员，手握漂移之舟的方向盘，被称为太守。其他队员则是八仔，构成龙舟的发动机。八仔负责速度，太守把控方向，合作无间才能秀出最让人惊叹的弯道技术。追求的是越来越快的，所以而且的话太守要求也都越来越高，因为河道船个转弯是比较急的，而且龙船是25米，所以河道是相当是急，慢慢发展的话越爬越快，所以这些就要夜晚去训练去夹，要执到最靓的水道，比赛的时候时间就快很多了。蝶轿村不仅有最秀的龙船技术，当地人对八龙船的热爱也尤为突出，村里四处有龙船元素。记者拍摄的当晚其实只是一次夜间练习，并非正式比赛，但周边地区的村民都蜂拥而来，这是真正的吃瓜群众。龙舟队队员从80后到00后都有，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其他地区的大型比赛无所谓，但自己村里的比赛比什么都重要。咁从细嘅话就比较中意爬龙舟，一听到鼓声嘅话就基本上系冲出嚟嘅，因为话喺蝶轿里边基本上嘅文化程度会相对嚟讲追住呢个热冲龙船嘅爱好者系比较多。开心啊，因为兴趣啊，自己又中意爬，我身边嗰啲朋友都系龙船队嘅，所以唔多唔少有咁嘅氛围啊。我一見到佢哋怕，因為我依家整傷咗，呢幾日都落唔到船，睇見佢哋怕，我都心痕嘅，手都痕埋。